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今天有37个提问啊。首先有中国同学的提问啊，他有两个问题。看见第一个问题里面呢，包含三个小题目啊，我们把它念一念啊。他说，如果一个人啊，30岁才开始修行，他的修行能除去30岁之前的罪吗？这一个大问题。那下面呢，第一个。圣经中说，耶稣能涂抹人的罪，只要你以后啊不再犯罪，你就可以得救啊，是真的吗？是真的。啊，什么原因是真的呢？这当中有一句话你要注意到，你以后不再犯罪。啊，这在佛法里面讲呢，佛法讲因、讲缘、讲果。虽然有因呢，你从今天起不再犯罪了，这个缘，犯罪的缘就断掉了。啊，那么这个罪恶的果报就不会现前。啊，这个基督教跟佛法讲的是相同的。啊，第二是天上天下了，没有别的名可以救，唯有耶稣。相信基督教一定要这样做法，不这样做法他就不能得救。啊，为什么呢？信心是得救的基本条件。啊，那你念佛，你对佛要有决定的信心。啊，你念耶稣，你对耶稣要有坚定的信心。啊，信心能成就一切。这道理都是相通的。第三个问题，他请问大师，人只要有好行为，就能够进入永远的乐国吗？在基督教是这样讲法。啊，在佛教里面讲呢，就能够进入乐果，但是不能说永远。啊，这个是佛教跟基督教不相同的地方。啊，要永远呢，那你必须要明心见性，那就永远了。如果没有明心见性，你断一切恶，修一切善，这生天道啊。啊，天道是一般宗教里面讲的天堂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第二个问题，这个学生自出生后啊就学佛，没上学前呢，一直啊这个心一直很清净，但心呢随着社会的大染缸，染了我的清净心，我应该如何才能抵御诱惑，使清净心重新回来？这的确不容易啊！已经被染污了，再把染污洗出干净呢，是一桩很难的事情。啊，那你要问有什么方法呢？我简单给你提供一点方法。第一个，从今以后把染污啊离开，不要接触它。啊，我学佛26岁啊开始的，以后渐渐明白这个道理了，大概在30几岁之后，
好像是33、34岁之后，我不看报纸了，不看杂志了，不看电视了，不看这些歌舞啊，这些东西全部都断掉了。为什么呢？这些东西是严重的染污。所以这个心底比较清净呢，一直保持到现在。那么在26岁之前，我染污比较少，也就是这些接触啊时间短。我喜欢读书，大部分时间呢都在书本上。所以能保持有一定的清净程度。到后来学佛，这些东西全面断绝。那每一天看的是佛经，听的是佛号，接触的是学佛的朋友。这就清净很多。这是在现在的社会是大染缸啊。我们自己要能够坚持，还是可以有办法的。下面是美国同学的提问。这老法师曾说见到圣境，就是佛菩萨的境界，应抱有是佛来斩佛，魔来斩佛的心态。如果为了向身边的亲朋好友弘扬佛法，可不可以说出圣经？这个要用智慧。可以说。应该怎么说法呢？点到为止。不要让人生气，你这个人很迷信。那你的要想度化你的朋友就产生了反效果了。所以他没有这个信心。最好是从理论上。从理论，比如说我们现在着重在伦理、道德、科学、哲学。用这些来戒淫的时候呢，比较上恰当。到他真正契入境界，心地清净呢，就能突破空间维次，能够接触到一般人不能接触的灵体，这个可以说，这个是什么？他有经验了，谈话比较上方便了。没有这个经验的，最好我们少说。第二，他说家弟天天惹是生非，窃盗打人，母亲为他花钱买官通，花尽多年的积蓄，我劝母亲送弟弟进监牢受教育，母亲不肯，反而要我出钱继续做贿赂之事，我拒绝了，但眼看母亲为了弟弟向人借钱，自己心里很难过，请问如何真正尽孝而非愚孝？这个是家庭事情。如果你能够在家庭落实《弟子规》，落实《感应篇》，诚心诚意求三宝加持，也许会有很好的效果。第三，没学佛之前，和妈妈去神明那里许愿，妈妈要我去还愿，我应该如何再做才正确？那么这问你许的是什么愿呢？你也没说清楚。
啊，那怎么个还愿法呢？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在神明面前许的愿呢，你要是真正懂得佛法，可以跟神明谈，啊，我念一百部弥陀经供养你，这样还愿好不好？我给您念十万声观世音菩萨圣号给你还愿好不好？我想他会接受的。啊，这是我们学佛人应该要做的。神明也是众生，也需要佛法就读他。第四个问题的诵经时，如果突然有急事，像肚子痛了，马上要到洗手间，暂停一下，是否可以？最好是停下来之后啊，你的事情办完了，从头念起，啊，不是从当中接着，从头念起，啊。如果经文很长，它里面有分品的话，从一品从头念起，不必全经。啊，你比方《法华经》，它有28品。啊，你念到第10品了，啊，第10品念完了，念到11品了，你突然有事情去，回过头来从第11品开始念，这样就对了。第五个问题，他说吃了荤腥食物之后能不能诵经？能，没有说是吃了荤腥之后啊就不能诵经啊，没有这个讲法，可以啊。下面是借客同学提问啊，他有一个问题，他说弟子现在住在借客，有一个男孩。今年7岁呀，这胎离素是求佛菩萨送来的，但当地人玩乐、酗酒、离婚率很高，不利修行。我想送子出家修行，你请老法师成全。这个事情都是个难事了啊！你的小孩今年7岁，到哪里去出家了？出家能不能保证他学好呢？这个问题很大啊！最好是找一个好的学校啊，能够让他住校啊。现在是越来越困难了啊。那么这个学校如果能够啊重视伦理道德的修养，那对于儿童啊是有很大的利益。那如果对这个不重视，只重视一般的课业了，那就很可惜了啊！孩子不免呢被社会染污啊！这桩事情你要好好的去斟酌啊，求三宝加持。下面是王璐同学提问。第一个问题，他说请问见思惑中的身见与金刚经中四见和我见是一样吗？身见破了除三恶道，证出国须陀洹，而《金刚经》中说破四见呢，是证如一真法界吗？破四见没有证一真法界啊，《金刚经》后面呢，这个前面是四相，后面是四见，
啊，四见破了啊，不一定是真，一真法界，啊，正一真法界要明心见性，啊，那么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四相呢是执着，四见呢是分别，啊，那么四分别破了之后啊，这是菩萨，啊，但是菩萨有很多阶级，啊，要看他了，放下多少啊，那个阶位也不一样。这个一定要懂啊。那么四相破了，真虚道观，初果、二果、三果、四果，你看看都是破四相，可见的破四相这个功夫前身不相同啊，这是不可以不知道的。那么四见破了之后啊，也可以说是四见执着里头有，也有四见分别里头有啊，他能出离六道轮回啊，不能出离十法界啊，这个要懂得啊。那么如果是修念佛法门的这样的功夫啊，对你念佛求生净土啊有很大的帮助。第二个问题是，学生的女儿学佛很认真啊，每一天早晚真诚礼拜念佛，前些日子她对我说，她的耳朵好像进入另外一个频道，能听见很多人读经的声音，声音不大但很清晰啊，精神呢啊，经的声音维持了一宿，女儿也就啊跟着念了啊一宿佛。请问这个现象啊是否正常？这种现象你不执着就是好境界，你执着呢就很难讲了啊。为什么呢？这不是一个普通正常的现象啊，完全不理会它没有关系。楞严经上佛告诉我们啊，境界现前，佛经也好魔境也好，不理会是好境界啊。你要是理会它的时候，你就着了相了，你就受它的影响了啊。境界现前一开不理会啊，你不受它的影响，你还是用自己的功夫啊，这是最好的方法啊，这是佛教的我们。下面一个问题是偶一大师说的，往生与否全凭信愿之由，品位高低全凭持名之深之切深浅。有些同修啊理解为，平时只要具足信愿，临终即时不念佛，阿弥陀佛也会来接引，至于行持只会影响往生品位高低，与往生本身呢无大关系。有同学则认为必须同时具足信愿行才能往生，品位的
高低是取决于信愿行的前身，三者缺一不可，请老法师开示，以息众议。偶业大师的话，印光老法师认为就是阿弥陀佛亲口说的话，那哪里会有错呢？那往生第一个条件是信愿，有没有行？当然包括行。你说你有信你有愿没有行，你的心愿是假的，不是真的啊！这个事情很难啊，太难了。欧耶大师在要解里面讲的心愿行呢，你要好好去读读啊，你不能发生误会啊。他老人家讲的信确实跟别人讲的不一样。你看他讲信愿信，他讲信讲六个信啊。你这六个信都具足，这才叫有信心。你有没有具足？第一个信心是相信自己。自己是什么呢？华严经上佛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你能不能相信？这就不容易啊！你本来是佛，现在又要念佛成佛，哪有不成佛的道理呢？为什么要念佛呢？用这句佛号啊，把你的烦恼习气打掉啊。所以千万不要产生误会啊。欧耶大师字字句句都是深广无际那我劝你好好去读印光的，读这个圆印法师的讲义要解的讲义你看看圆印法师怎么解释的欧耶大师的要解我也讲过刘成福老居士从我的录音带里面写了一本书好像是他的书的题目是弥陀经要解清文记，好像是的都值得你去做参考决定不能误会。第四题，他说我的妻子呢在贸易公司做会计，工作中一定有偷税漏税，他想辞掉工作，但是家人不同意，不辞又担心偷税漏税将来会有果报，请问怎么做？我本身的工作也会破坏生态环境，但不知如何抉择。如果你相信因果报应，你真的就要辞掉。这个不是好事情。或者是你建议你的公司老板劝他不要做偷税漏税的
这些事，啊，这些事对，当然老板是他是负主要责任的，你是帮凶，啊，他的果报会比你严重的很多，啊，一定要相信因果，你命里有财呀，自然会来，命里没有啊，你想什么方法都赚不到，用偷税漏税这种方式只是蛰伏啊。啊，你这个公司今年可以赚1亿，因为你做的是漏税偷税啊，大概今年只赚个5000万，打对折了。打对折你还很欢喜，哎，我今年不错，其实你命里该有的已经损失了一半。这个道理他如果懂得了他就不会干了，啊，不会做这个事情了，要把道理给他讲清楚，啊，这个不是好事情。下面一个问题，就是学生求受三坛大戒不久，啊，他下面有几个问题，啊，他如果学比丘戒，只持菩萨沙弥戒，从临初一十五不杀日，我是否能参与听这个听诵戒？学戒后还能打其一吗？到寺院挂单戒牒还可以用吗？如戒牒不可用，应如何处理去好？我觉得是这样的了，你受了三坛大戒，你就受了就算了，不要再问这些问题了。哎，为什么呢？藕益大师是研究戒律的，他告诉我们，中国从南宋以后就没有比丘了。换一句话说，这个三坛大戒是有名无实。啊，所以藕益大师他那个时候受戒之后，他就把比丘戒舍了，啊，他持沙弥菩萨戒，啊，那么他的学生，就是他的徒弟，啊，也是他的侍者，啊，陈实大师。陈实大师看到老师持沙弥戒，他自己不敢跟老师比。自己一生受了戒，他退到什么地步呢？退到出家优婆塞，啊，只是努力啊，把十善五戒修好，念佛求生净土，这他给我们做的榜样。啊，那我们今天受这三坛大戒，实在讲很难。啊，受戒前面要有基础啊，这现在不讲求了吗？没法子了。什么人才能受戒呢？他有条件的啊。啊，我们修净土，我们接受观经里面三福净业三福作为我们修行最高的指导原则。净业三福第一条，孝养父母，奉师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这头一条。头一条是什么？善男子善女人。啊，你有善男子善女人的条件呢，你才能受三皈五戒。没有这个条件呢，不能受啊。啊，受了怎么样？受了你会造很多罪业。啊，你不受，你造的罪业是一重罪，受了之后呢，你又加一重破戒罪，你是两重罪呀。所以那个这个传授戒的师父啊，他很慈悲呀，他不会叫你犯罪呀。哎，那就是说，第一福你做到了没有？没有做到，不可以受三皈五戒。所以现在三皈五戒说，
叫结缘呢，跟你结个缘，不是真的。啊，三皈五戒都不是真的了，这个三坛大戒怎么会是真的？哪有这个道理？啊，所以最近这些年来，我们为了要弥补这桩事情，啊，特别提出啊，学《弟子规》，学《太上感应篇》，啊，我看这两样东西，这是戒律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不能受啊！啊，今天十善业道你做不到，做到了，做不到。十善业道为什么做不到呢？你没有《弟子规》跟《感应篇》的基础。啊，这个我在讲习里讲的很多啊，不能不知道啊。啊，中国从唐朝中叶以后，在家出家佛弟子就不修小乘了。啊，以前修。啊，佛在经上讲的很清楚。佛弟子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呢，是非佛弟子，这佛不承认呐。啊，所以小乘经典呢，我们这个中文藏经啊很完整呐。那么唐朝中叶之后为什么不再学了呢？啊，而是这些大德们呢，他把儒跟道代替了。啊，这可以啊。啊，所以我们现在重视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感应篇》，用它来代替小乘，一定要把这两样东西百分之百做到，那么十善业道啊就很容易了，你真做得到了。啊，十善业道做到了，你才能受持三皈五戒。那有这个基础才能出受出家，这个沙弥律仪啊，十条戒二十四门威仪，真做到了，这是真正沙弥，才有资格受大戒啊。所以受了就算了，不要再认真了啊，好好念佛求生净土就好啊。真的想持戒呢，要从弟子规做起啊。啊，他问的几个问题我都不想答了啊。他第二个问题，如果不舍比丘戒，把七依五依薄具施舍于人，只持搭七依是否如法，这我都不说了啊。如果买现成的中药这个制剂，但其中含有动物成分，出家人和佛弟子是否可以吃？这个是有开源的，生病这个不叫破戒，叫开戒啊，可以。下面一个问题，他说过午不食是否可以喝姜汤啊？需要把姜渣除去吗？啊，含有葱蒜、鸡蛋和蛋黄，如饼干呢、面包、月饼等，酒和酒精，例如啊这个辣酱啊、豆酱、醋等食品，是否可以买回来供佛或僧众食用？不要供佛啊，僧众可以用啊。啊，请老法师慈悲讲一个专题：末法时期啊，为什么不适合修学禅语密法？啊，让正在修禅语密法的同学们能早日醒悟，这个没有必要啊，各有因缘，每个人因缘不相同，不操这个心啊，不要去着急这个事情啊。出家后不与父母联系，不供养父母，是不是不孝？你的父母要有人照顾，没有人照顾啊，出家要照顾父母啊。这个自古以来啊，出家人这个孝养父母
势力很多。这王者各国的陀罗尼经背是否要烧化掉？如果自己打佛旗，每一天先念阿弥陀经一卷，再念佛，每一天一共念12到14卷阿弥陀经，经念佛，总共用功修行10到18个小时，这样是否如法？佛旗祭期间，每一天呢要回向几次才如法？念佛最重要的是清净心、真诚心去念。如果有这么多问题放在你心上，已经把你念佛的功夫破坏了念佛法门必须要遵守大势至菩萨圆通章所教给我们的方法他讲的方法只有8个字，都是6根净念相继。你看你跟他的标准完全不一样都是6根是修心的，你的心很散乱，你的杂念很多，你要把它统统收起来收起来才到一心呢净念，这个净就是没有怀疑，没有夹杂，这才叫净念呢。相即是不间断你能够一天念到14个小时到18个小时，这个不简单，不容易了，但是你只是相即，你不是净念净念才有效果你不要有这些疑惑什么杂念都放下，万缘放下，一心念佛，这才会有感应。底下一个问题他说弟子身边呢有100多位同修被仙道无形众生困扰，要求同学们利用仙道力量为别人算命，同学们不肯，可是又没有办法摆脱这些众生的控制没有办法专心念佛，有的甚至于发狂，请问应如何如法修学？这些同学有没有机会成就？能不能想办法让这些众生一起学佛？你的最后的办法很好就是要给这些众生谈条件劝他们。6道里面的哪一道的苦不只是人道所以真正的要觉悟，要回头跟着大家一起念佛求生净土用真诚的心跟他沟通我相信呢他能够接受底下一个问题他说曾经有4位算命仙人通过生辰八字算出母亲克财，所以父亲的事业才100徒弟，劝弟子的父母离婚，弟子为父母说30因果，离婚以及劝人离婚的果报，但他们不能接受，尤其是母亲为此曾经离家出走，要和父亲离婚，请问老法师为他们开始。
这个事情是由叙事的因缘啊，最好呢是让他了去读《了凡四训》，去读《于禁义公欲造神记》啊，去读《太上感应篇》，我相信对他会有利益。底下第八个问题，就是学生是个寡妇，六年前才退休，父母已经双亡，儿子上大二了。他如今啊，如果现在辞职呢，家中的经济也可以供养儿子上完大学。现在有个强烈的愿望，放下万元去东天目山和长春白果兴隆寺止于念佛，度过自己的后半生，请问这样做法是否偏激？如果你小孩有人照顾啊，这个不算偏激啊，好好的找一个这个念佛的道场啊，道场是助缘，你在那里修行有好处。第九个问题是，本地有些居士在亡者过世之后啊，请某位有神通的人来看看呢，亡者到哪一道去啊？也有一些居士找有神通的人看自己临终是否能往生西方，一些病危的居士请他们看看多长的时间能往生，多长时间还不能走？请问这些有神通的人所说是否准确？这个我不知道，你要去问那个神通的人啊，然后再看看他的话灵不灵，你就明白了啊。学佛要尊重经典的教训，佛教给我们依法不依人，法是什么？法是经典，经典是我们终极的依据啊，纵然听法师说法，如果跟经典讲的不相信不相应呢，我们都可以不采取啊。他讲的是经典里面有，我们能相信他啊，经典没有他自己想出来，我们不可以相信他啊。那你再去找这些神通的人说，那你就错了，你已经不是佛弟子了。底下一个问题，听说山东省庆云县要建书院，教授传统伦理道德等科目，请问这个学院建成之后是否能提供现场上网直播教学内容，以达到远程教学的目的？我相信他们可能有这个想法啊。第十一个问题，就是弟子得脑中风，看了山西小院后发现呢，读诵地藏经已有大半个月了，但病况并无好转，每一次病发都很痛苦，请问老法师我应该怎么做？半个月的时间太短了，你不要灰心，你要继续努力啊！如果说半个月就没有效果，我就不念了。等于说是你吃饭肚子饿了，吃一碗没有饱不吃了，不是一个道理一样吗？啊，所以每个人善根不一样啊，业障厚薄也不一样，功夫浅深也不一样啊，总要有坚定的信心才能转自己的业报。底下一个问题，岳父今年77岁，在他病重不能下床的时候，
我们播放佛号昼夜不断，直到下葬，他老人家有时要跟着念，咽气的时候告诉他念阿弥陀佛，老人点头，大约过了十几分钟老人断气。三天后火化，身体柔软，面色如森，面带微笑，这样是否已经往生？晚辈还能做些什么？那么这些瑞相呢，可以证明他走的时候很安详，没有恐惧啊。那么照佛经里面的说法呢，他不会堕恶道啊，这是肯定不堕恶道，不堕恶道。那至于往生是不是已经往生，那很难讲啊。真正要证明往生，是在他临走之前告诉家亲眷属，告诉人佛来接引我了，我跟他去了，那是真的。那如果临终没有说这个话的时候，都很难讲啊，这个要知道。这个第啊，下面第十三题，电视报道中有一位女士因看到街头很多流浪狗，发心收养，但又因条件有限，所以她帮助这些流浪狗事实安乐死。她含着泪说，已经帮助了2000多条流浪狗啊事实安乐死，现在还继续做，请问这个后法做法了妥善吗？是否被因果？好像是被因果啊。你要真正的发善心呢，你就不应该去收养他。你收养他的时候，你应当把他送到动物园或者一个妥善的地方啊。你收他来，最后还叫他自杀，他能同意吗？他能接受吗？啊，他要不接受，那你杀生，你杀这么多，他要不饶你，你将来要还命债呀，这个事情非常麻烦的。哎，要记住啊，这个佛经典里面讲的这个因果啊，这个杀生要偿命啊，欠债要还钱的啊，业因果报啊，是决定不会虚假的啊，这是真实的，因果通三世啊，所以这个事情不能做啊。第十四题，这弟子想学佛，经常啊听你讲经，但总觉得与现实有距离，因为世间把追求名闻利养的事看作本事，遇上善缘善知识真是太难了，总觉得有些怪异，我应该如何？很迷惑。你所想的所说的都很正常啊，一般人确确实实是如此啊。真正能够放下的，我们不讲别人的，学佛的人当中，10000人当中能不能有1-2个真放下？很难找啊！啊，可是真正放下了，才得佛法殊胜利益啊！所以这个问题你要把它解释清楚的时候，要多读经，多听经啊，多听经，你慢慢的就会明白了啊！这个慢慢的，可能是好几年，可能是好几十年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底下一个问题，就是最近在学佛问答上听到有一个佛友提到他患精神病，你建议他去找心理医生做深度催眠，请问法师，国内哪里有？最好在天津。这个心理医生做深度催眠效果好啊，因为我与妻子都有同样的业障，身心异常痛苦。这个我们所知道的是在国外啊，是在美国啊。那么最近澳大利亚有个同学，他到美国加州啊，找到这个心理医生，做了几次深度催眠呢，效果还都不错啊。那么我听说呢，台湾也有，国内呀，我不知道。啊，这个国内我去的很少，啊，也有很少人提到这些事情，啊，台湾虽然我也是十几年没去过了，可是听说，啊，听说台湾有这些医生，啊，他们有出的一些这些书本，我看过，啊，那么效果是不是能够跟外国相比，我就不知道了。第十六题，他说弟子的先生有外遇，以前弟子想他不回家，我在家里学佛，没人干扰更好，但是孩子们知道此事之后心里承受不了，说如果任其下去心里一定会受影响，请问师父劝先生回头或顺其自然啊？若为自在学佛任其下去，这种做法是否太自私？这个是家务事，中国谚语所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啊，你们个人能够谈判的最好啊，由自己谈判解决，总要顾全着呢，下一代啊，能够啊对下一代没有负面的影响啊，那你们的父母的责任就尽到了。底下十八个问题啊，就是近几年来小乘佛法不承认大乘佛法，他们认为大乘佛法非佛亲口宣说，而是后世弟子们所说，不可信。在网络上也看到某些小乘佛法修学人攻击毁谤大乘佛法以及祖师大德，不知当年世尊曾佛预言了今天佛法会产生小乘跟大乘的对立的形式。没错，释迦牟尼佛是说过了啊，他讲佛法的法运500年就讲得很清楚啊，不但是小乘对大乘，大乘对大乘，小乘对小乘，都互相回报啊。你看他说五个，这个五个是讲500年啊，第一个500年戒律成就啊，持戒就能证果。第二个500年呢，禅定成就啊。第三个500年呢，多闻成就啊，就是研究经教啊。第四个500年呢，塔庙坚固，我讲坚固啊，那就是这个建筑寺庙啊，修福的多了啊，连听经的都少了，慢慢的少了。第五个500年，斗争坚固啊，这讲五种坚固啊，那佛不就说了吗？啊，那现在这个情形不就是这样的吗？啊，如佛所说，我们没有怀疑。啊，最重要的修自己。啊，这比什么都重要。啊，自己修行一定是持戒念佛。
啊，如果不持戒，你那个念佛的心不清净，啊，心不清净呢，念佛功夫不得力，啊，所以这个很重要，啊，所以我们还是提倡《弟子规》，我们对任何人都不回报，啊，这个很重要，他回报我，我不回报他，啊，就没有事嘛。不要说听到人家回报我，那自己就生气，那人家是人家回报你，你就接受了吧？啊，我不接受嘛，不接受就那佛经上说，不接受就退回去了。啊，这果报他承受，我不承受。啊，我听人家回报我。完全不放在心上，啊，不生嗔恚心，更没有报复的心，我们的心清净的，过人修过人的嘛，啊，你看看这个十善里面，佛教我们不妄语，不两舌。不绮语，不恶口，我们要照顾自己，我做到了没有？不管别人，啊，现在这个时代，民主、自由、开放，谁都不可以干涉谁，所以自己能够明了，好好修行，啊，修善，修善就是修十善，持戒就持五戒、十戒。这样念佛呢，决定得生净土。